芝麻叶豆面条。驻马店的芝麻叶面条是大隐于市、土头土脑且独具特色、不可复制的地方小吃。黄淮流域盛产芝麻，驻马店地处中国版图南北方交界处，这里的芝麻更是芝麻王国中的王者。驻马店芝麻叶采摘后需要类似制茶一般的杀青和晾晒，使用时再用温水泡开，与手工制作的豆面条融为一体，是本地餐桌上的一道特色美食。